本人谨代表啦，港铁公司多谢资本一周颁赠呢一个杰出企业业绩大奖俾我哋。港铁公司服务香港已经超过38年，喺1979年通车嘅修正早期系统咧，系连接观塘站同埋中环站嘅。可能有啲在下嘅观众咧都记得呢样嘢。到最近咧，通车嘅观塘线沿线同埋南港岛线咧。其實我哋而家喺香港嘅網絡咧，覆蓋咧已經高達230公里嘅啦。每日乘客服務嘅乘客嘅人次係超過500萬嘅。咁我哋每年咧係投資超過50億嚟到維持我哋嘅鐵路，維持我哋準時度咧係高達99.9%。在往後的日子，我們除了專注在海外的發展，亦會繼續香港的服務，同時是完成高鐵和沙中線的建造，令香港的市民無論是本地或者海外的出行更加方便快捷。多謝大家。